一星期一本书，再忙也不忘记充电。各位好，这里是一星期一本书，我是林静。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，修一个好脾气，得一生好福气，一起来分享。看过这样一句话，真正的修行就是修心，修自己那颗烦躁不安一天72遍的心。细心品味，诚然如此。明明微不足道的事，有人却心浮气躁意难平；明明日子已经过得很好，有人却不停埋怨不如意；明明可以抬手留一线，有人却斤斤计较堵了后路。生活给了你苦果，也会给你糖果。心态平和的人会慢慢咽下苦果，享受苦后回甘的滋味。正如王阳明说的，越是艰难处，越是修心时。福气好的人都带着修心的三把金钥匙，不生气，不抱怨，不计较。不生气，有人说坏脾气的人总会放任心火燎原，肆意伤人伤己而不知。坏脾气的人往往不知道身边人每天因他有多么诚惶诚恐。美国有一位心理学家讲过一个故事，戈登38岁，是一位成功的整形外科医生。他和妻子结婚6年后，妻子要离婚，他想方设法挽留。妻子说，如果你不改掉坏脾气，我是不会考虑的。你每天突如其来的坏脾气和毫不留情的训斥，让我过得心惊胆战。戈登也知道自己脾气暴躁，但他就是不改，他觉得妻子小题大做。妻子走后不久，戈登因一次暴怒引发了急性心肌梗死，差点丢了性命。有些人习惯了自己的坏脾气，动不动就生气发怒，气大伤身，不懂得控制自己坏脾气的人，最后用婚姻健康来买单。中医理论说，百病生于气，因此经常生气的人不但伤人，更是伤己。就好比触碰了命运的多比诺骨牌，会让生活进入恶性循环。生活的智者都会掌控好情绪，愤怒时会静默12秒来调控自己的情绪，不让怒气殃及他人。脾气越温，福报越深，心境越纯，生活越顺。越聪明的人越懂得放平心态，修一个好脾气，得一生好福气。不抱怨，成年人的生活各有各的不容易，你的心情取决于你的心境。刘同曾说，抱怨身处黑暗，不如提灯前行。视频博主微蓝雨分享过他的故事。微蓝雨的老公见朋友生意越做越大，自己却停滞不前，时常怨对命运不公。有一次，微蓝雨好不容易接到大单，利润丰厚，客户的要求也稍微苛刻了些。老公对微蓝雨抱怨说，这种活肯定是没有下家愿意做的，你不但没抬高价，还打折，真是笨。微蓝雨听后安慰老公，现在疫情没得挑三拣四的，有活干就不错了。老公边干活边唠叨，微蓝雨却没日没夜地干着活，他只想着多做些活，把生活继续过下去。有一次，老公贪图高利回报，被网上的骗子所诱导，将赚的钱全部投了进去。一心赚快钱的老公被骗光积蓄，还欠下10来万的债务，老公从此牢骚满腹，一蹶不振。微蓝雨安慰老公说，钱没了没关系，人没事就好，我们会有机会把钱挣回来的。她还请老公的好友们过来陪老公聊天散心，老公终于幡然醒悟，决定跑外卖补贴家用。生活往往欲速而不达，当你慢下来稳下来，生活也在悄然加速变好。2年后，他们不但还清了债务，而且在老家购置了新房。与其抱怨，不如反躬自省，去正面问题。成年人的生活无人不难，遇到沟沟坎坎，跨过去的人会走得很远，没跨过去的人却在原地踏步。三毛说，世间的人和事来和去都有他的时间，我们只需要把自己修炼成最好的样子，然后静静地去等待就好了。与其让抱怨把自己困住了，不如静心自度，在苦难中磨练出强大的内心。心态不崩，早晚成功。少一分抱怨，多一个行动。愿你做个内心坚定的人，修得积极向阳之心，脚下道路自然宽广。不计较，周国平说，大智者必谦和，大善者必宽容。
我有小智者才咄咄逼人，小善者才会斤斤计较。看过一段暖心的视频，单亲妈妈黄婉露拿着资料等待面试，却被保洁大姐的清洁车撞到了。黄婉露见衣服上的痕迹，想着面试要紧，微笑着说，没关系，您注意安全。保洁大姐拿着抹布，一边使劲儿地擦着地板，一边向周围人大声指责，就是你们谁把指甲油弄地上了，怎么办呢？大家见保洁大姐胡搅蛮缠，纷纷躲避她。黄婉露见她焦急的样子，没有同她计较，主动上前拿出风格精，蹲下身去帮她把地面擦拭干净。一位女孩捂嘴嘲笑她说，那位阿姨应该应聘保洁吧，其他人也随声附和着。黄婉露面对嘲讽懒得计较，整理了一下就赶去面试。轮到她面试的时候，人事助理却说让她第二天早上8点再来。她听后有些落寞，还是微笑着道谢。黄婉露第二天8点来到公司，总监就站在电梯口欢迎她的加入。她一脸茫然，原来是昨天发生的那一幕老板刚好见到了。老板觉得要做好销售工作，人一定要宽容大度，不要在小事上纠缠。别人的看法，别人的讥讽，都是磨练你心性的道场。面对生活的不如意，我们要学会平常心看待，才能成全自己，赢得更多的机会。涂磊说，一个人真正的幸福，不是得到的更多，而是计较的更少。很多人能成功，关键是不计较眼前得失，有看破不说破的心境。不为小人生气，不为琐事烦恼，才能活得随性洒脱。与其把精力消耗在别人身上，不如善待自己，修颗悠然的平常心，潜心专于自己的事情。人生各有各的难，各有各的苦，各有各的伤，保持一颗好的心态，才能在兵荒马乱的生活中游刃有余，才能在千疮百孔的环境里修得怡然自在。菜根谭里说，拨开世尘纷，消却心比吝，不受人世间各种杂念的影响，消除心中的卑鄙庸俗，开阔心胸，便能常见明月，时感清风来。物随心转，境由心生，心若向阳，四季花开。若你遇事时能不怒意难平，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；若你遇事时能不牢骚抱怨，就推开了幸福的门。若你遇事时能不斤斤计较，就开启人生的新境界。心若湖静，万物静而不染；心若不苦，千头百绪自嫣然。文末点个再看，与君共勉。好了，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到这儿就结束了，感谢各位的守候。喜欢我们的文章，也别忘记了文末给我们点个再看。让我们相约明天，也祝各位每晚好梦。晚安。